现在时间112年4月6日下午13点25分，新竹舰目前正在执行监控海巡动六。目前监视器画面所得为中国海事局海巡动六。船头位置可明显显示，该船名海巡动六。目前在架台上方，外部并无人员进出。架台顶端有多部卫星天线。